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。Hello， 我发现最近我们的玩家朋友好像特别偏好几款特定的游戏类型。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一款游戏，相信也不会让大家失望。当然，哈鲁卡口说无凭，马上来看一下详细的游戏介绍，赶快来挑挑要谁当你们的老婆吧。即将在下个月底于手机平台上推出的放置型 RPG 游戏新作《后宫传说 Frontier》，是一款针对前作旧机放置 RPG《后宫传说》加以强化后所推出的新版游戏。作品不但继承了前作中的人气角色与放置型的游戏玩法，更是导入了全新的回合制战斗战略要素，让玩家们在战术组合等各方面都能享有更多元丰富的游戏体验。除此之外，人物养成方面也比之前更加有趣。看到封面上的女角，是不是也想来好好的养成一个全新的老婆呢？目前作品正在日本地区展开事前登陆，喜欢的玩家们不妨可以上到他们的官网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哟。